变漂亮了，把你头发一剪，然后头发一染，嗯，很漂亮，嗯，好吃了，你多吃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蜜吃的早餐，这喝的是啥？豆浆。这是豆浆加鸡蛋。嗯。一碗豆浆，两个鸡蛋，能吃饱不？能。可以。吃不吃？我不吃。挺好的，喝点豆浆，吃点鸡蛋也挺有营养啊。对你现在来这个阶段的话，很适合吃的。这希望不用天天吃吧。一天吃一个鸡蛋很好。那你要是给我煮两个。那一个太少了，你能吃饱吗？能啊，再加个豆酱就够了。嗯，这个你上次说忘了吗？你说医生说啥你听啥，医生跟你说每天一个鸡蛋。一天一个鸡蛋，他没说一天两个。今天二爸来我们家这个爷爷这个院子，把那个草拔一下。有吗？不行，没有几个，就那两个服了。我看那边有一个。有没有？有的。站一起。来，我来，我来帮忙。今天的天气挺好。跪着衣服晒下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干了都。嗯，天气特别的好。对，太阳好。嗯。你看今天天气挺好的，要不要把妈妈的头发剪一下？那我妈妈想不想剪嘛？长了。长了啊。嗯。那去问一下，想剪了就剪一下。嗯。你准备用啥给妈妈剪？这个。就是用给我推头发那个吗？嗯。行不行？试一下。大家别剪得很丑了哦。那还能没有在那个理发店里面剪出来好看呀。不来进去。左眼里哦，左眼里好剪，你扫走这个。嗯。一个手放开嘛，不放开我怎么扶你、啊？还要扶他的吃。我扶不动你了不？妈妈身体有点重。嗯。慢慢走走。那就带你去那个理发店。你这咋剪了？就稍微剪短杆的啊。把这个那个。啊，两边给你剪短杆啊。嗯。收取的，我也给你带上。我剪的不好看，让韩涛来剪。只是你剪的太老是那个，太怕了。你头发更好一点。你还能怕吗？万一你剪不好看了。你还是套子剪得好。我也不会剪。短了很多啊！妈说再染一下，染黑一点。那我去买个那个染发的，嗯，卖黑白哦，肯定卖黑白，我卖黑白给你卖个黄呀。这怎么是黑色的？为什么说到是绿色的？等下别给妈妈染成绿头发了。
颜色。真的头发好好白哦，嗯，染一下就能好点。好几个月了吧。像猕猴桃了，这也染黑多了，都是黑的。嗯。把就前面那个胶片给爸爸妈妈热一下，热几片呀？两个人两片就够了，这一片也挺大的。够了啊？够了，这一片完全够了。感觉有点小，害怕他们吃不饱，再来一片。在爷爷院子里面，摘个玉米，先浸上了，再浸个红薯。这玉米都发育不了呀，长得好丑，没放肥料啊，什么那个啊、哦。放辣子，行，好，小心啊，等下倒了没得吃了。哇，妈妈都准备好了。妈妈都把她的饭盘放好，准备吃了、哦。准备好了。嗯。靠着妈妈吃。你吃过了，拿个红包，你不要。妈妈、嗯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啊、哦！哇，变漂亮了，把你头发一剪，然后头发一染，嗯，很漂亮，嗯，好吃了，你多吃点啊。嗯。爸爸，嗯，味道好吗？好喝。好喝啊、哦，那把这个碗、嗯、一碗吃完啊、哦。嗯。给爸爸妈妈做完饭，你现在开始给他也要做午饭啦。啊，今天中午做的是啥饭？凉拌粉丝。凉拌粉丝。嗯。啊，这个啥？这里面是啥？小那个番。小茄子。啊，就这个吗？哼、哦，这么小的茄子。啊，在网上买的。这小茄子好吃吗？尝一口吗？啊。我给你尝一口。我不吃，那怎么吃？生的。就挺吃啊，你吃我看一下，那么多籽儿。你不吃那个籽，就是。我就在你们老挝那边做凉拌那些粉丝啊，木瓜好像是要放那个小茄子啊、哦嗯，小茄子小番茄。这是白菜粉条是吧？这还要过水是吧？对。过水吃凉的。开始尿尿，嘿嘿，开始尿尿，啥是尿尿？哭嘞哭嘞哭嘞，哭啥是哭嘞哭嘞？拌拌饭了，啊，这是那个啥拌剧吗？你在说外国话吗？啊，这是我们那边的话，完全听不懂。哭嘞哭嘞哭嘞，你要不要尝？你尝你尝，我先尝，嗯。
不说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感觉有点淡。好嘞，凉拌粉丝。吃，我也要吃。吃。我那时候在老挝也比较喜欢吃这个凉拌粉丝。嗯，来。嗯，尝一下。那个嫂子做和我做的不一样啊。为啥？嫂子做好吃一点，我做的不太好吃。嫂子有秘密调料吗？啊，多放点那个味精就好吃了。味精多了就好吃是吧？嗯，味精少就不好吃了。那还是少吃点。嗯，我放的味精不是很多，所以没有那么好吃。来尝一下。不好吃，健康就行。嗯，吃。嗯。嗯，涛哥来弄了啊。要一点点烫。真的蛮喜欢吃你们老挝这个凉拌粉丝的。嗯，要一点点烫，它就有味了。嗯。怎么样？可以。可以啊。那吃，你和那个白菜一起吃更香。家里面就有这个。